家好，我是麦家来 Spring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加杠台湾男主韩国戏。今天就是要来吃好料食甜点啊！甜点，你认得他吗？我认得啊，我认得字，喜愁北雷。喜愁北雷，喜愁北雷，喜到北雷啦！就厉害的在地，给恁个。哦吼！来，好，这个就是桃园的加热给恁个草莓波士顿派。它是季节限定的，季节限定，就是寡人才有的。今天你拄拄啊好变着，紧紧来开箱。好来，好，哎，等一下，变来吃，移走。好了，现在就是你看，它有三层的，三层的，内底有两层内馅，足济气泡伫咧内底。哇，切起来就是有够嫩的，来咯。好，你知道三层的台语是什么？沙赞。不要太大力哦，那个桌子。我知道。是沙赞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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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内底才是伊的精髓，细细的所在。朋友讲伊唔开，足济年，伊细汉的时阵食。哦，上面这是咸的啊。啊，咸的。哦。有点起司粉的感觉。真的哦。嗯，对，它上面这一层是有一点带一点咸味的。爱讲台语哦，各位。安尼气势台语啥？气就是气。哦，就弄来入口即化。嗯，真正阿公。哈哈哈！啊，其实还蛮厉害的哦。嗯，感觉有叫点鲜奶油啦。鲜奶油台语怎么讲 ？Cream。哈哈哈！那个是变日文的。菇油哦。哎、欸，其实都有，用 cream 也可以，就外来语。哦。蛋糕是很那种清淡的那一种，比较没有那么厚实的感觉。气泡嘞，真生。没生。没生哦，跟奶油的搭配很好。OK， 接下来快吃了，要讲，都介绍讲了。这片好费啊，超费啊，这个好吃，难怪要订，限量是残酷的。好，好，好吃，大小好大家。嗯，压力压力的高价，拜拜。拜。就是很短的，伊都有白吉达的波士顿派是原味的，都有薄外巧克力的口味，足济啦。